2014年就係第一波，就係呢一個咁嘅佔中，餘毒未清，俾佢翻發。2019年發得更加猛烈，喺2019年6月16日200萬加之後，我哋一班義工開個會，前後夾埋係一個鐘頭都唔使，就決定咗我哋要撐警。好多謝，又係警察俾我哋嘅支持，我哋亦都支持警察撐警。呢、這個就係叫相互相成。然後我哋917，我哋一齊咧就係反對黃之鋒等人係煽動民眾罷課。咁我哋亦都搞係清潔香港運動，又係一樣俾人哋批評。其實我係一隻箭豬，唔係箭狼，因為喺我背後好多箭插曬喺度。咁我就同嗰啲再放箭嗰啲講：唔好意思，冇位。下次請早，有空的時候先再舉落嚟，一陣就太滿了。